海口海关今天公布，自2020年7月1号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调整以来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两年来海南离岛免税商品销售金额906亿元，1.25亿件，购物旅客1228万人次，日均购物金额1.24亿元，较新政实施前增长257%。